不要问我这个章鱼须好不好吃的哈，你来一份回家尝尝，对吧？蘸个芥末，直接啊用清水煮就行哈，冷水下锅，水开有两分钟就可以啊。芥末凉拌酱油，能吃芥末多放，不能吃少放啊。或者红烧酱爆也行，特别好。咱们这一包啊，250克，看到什么样收到就什么样啊。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八包，九包，十包，这一大箱啊，只需2个9，还给你包邮到家。喜欢吃的朋友呢，点这里。